同学大家好，很高兴这学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财务报表分析的课程。这学期的课程我们融入了最新国际财务报表准则的一些架构，我国将于2013年开始导入国际会计准则，希望在财报分析的课程里面呢，同学除了学习最新会计的新知之外，也学习到最新的应用分析的工具。那么一开始第一个讲次，我们为同学介绍的是财务报表分析的基本概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单元的单元目标。本讲次的单元目标包括：一、了解财务报表资讯之必要性；二、了解会计和审计之间的关系；三、了解财务报表分析之重要性；四、了解使用者导向财务资讯；五、了解财务分析的资讯来源；六、了解财务报表分析的限制及应注意事项。财务报表分析呢？财务报表的资讯，我们包含了是由企业的经营活动所累积的一个会计资讯整理汇编而成的。那么它是表达企业在某一个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以及某一个特定期间的经营成果以及资金变动的情形，是企业财务状况及财务绩效的结构性表述。那么会计的这个经济活动事件是透过交易的记录、汇诊、分类、汇整而成的财务报表。那么是我们的这个企业一般编制财务报表的基础是根据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那么自从2013年开始呢，我国即将采用的是改为国际会计准则来编制财务报表。那么根据我国证券发行人财务报告编制准则第四条指出，整份的财务报表呢，包含了这个所谓的资产负债表、综合损益表、权益变动表以及现金流量表。那么另外呢，还包含了重要会计项目的明细以及它的附注。那么资产负债表呢，它是一张这个静态的报表，它表征的是企业在某一个特定日期的资产负债权益的情形。那么其他的三张报表呢，是动态的报表，它表征的是在某一段期间的经营成果跟现金流量的情形。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财务报表资讯的目的。那么财务报表资讯的目的呢，是在提供企业的财务状况、财务绩效以及现金流量的资讯，可以帮助广大的使用者做成经济决策。同时呢，财务报表也显示管理阶层对受托资源托管责任的一个结果。所以财务报表资讯是了解企业协助决策的最佳方式，也是资讯使用者必定阅读的重要资讯。那么我们知道呢，管理阶层受董事会的委托来经营管理公司，那么财务报表就是管理阶层经管公司经营绩效的最好的一个呈现。那么当然董事会也依据财务报表的一个经营成效来决定管理阶层的一个薪酬以及是否继续委任的一个参考。所以财务报表资讯呢，它的目的对于我们一般的使用人跟公司管理阶层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财务报表分析。那么财务报表分析呢，它是指应用的工具跟方法，然后从财务报表中整理出对决策有用的资讯，以帮助决策的过程。那么财务报表分析的课程主要就是在教授同学这些应用分析的工具跟方法，从财务报表一连串的财务资讯当中呢，去整理出对大家决策有用的一些相关资讯，这是财务报表分析的目的。好，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财务报表分析财务报表的一个使用人有哪些呢？财务报表的使用人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大概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供应商。那么供应商呢，是要决定说是否持续对企业提供赊销商品，并决定信用额度的多寡以及信用的条件。那么供应商在出货，在决定是否要这个出货给这个订购的商的时候呢，一定会想到说他到底有没有偿债能力，出货之后呢，到底可不可以如期的把款项给收回来。
所以呢，对于征信的一个信用审核就变成是供应商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所以呢，他们通常会定根据企业的一个财务状况以及它的偿债能力来定信用的额度。那信用额度指的是说，在赊销没有还款之前，是不给予再订购的一个要求，以确保供应商自己本身货款能够完全收回来的一个情形。那么第二个使用者呢，就是所谓的财务金融机构。财务金融机构呢，是要决定是否给予这个借款人融资。通常财务金融机构呢，收到这个借款人来做借款的一个这个申请的时候，一定要拿到会计师签证过去3年的这个财务报表来作为分析。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看说这个企业或是个人有没有偿债的能力，那作为是否授信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那么接下来就是所谓的投资人。那么投资人呢，是要决定是否投资该企业发行的证券或债券。那么投资人最在意的呢，是公司是否具有获利的一个前景，以及股利是否能够稳定的发放。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势必需要一连串的一些财务的资讯，来看看这个公司的一个获利前景跟情形。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第四个使用人呢，就是员工跟消费者。那么员工跟消费者呢，是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跟经营绩效等自身权益有关的话题持续关心。因为员工跟消费者呢，他会比较在意这个公司到底是否有发展的前景，我是否有这个留在公司继续奋斗努力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他们会很在意的是公司的一个财务报表的一个情形。好，那么以上是我们所看到财务报表使用人的部分。那么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会介绍同学，就是我们国立台北商业技术学院会资系的谭慧欣谭老师，由谭慧欣谭老师来帮我们介绍财务报表资讯的必要性。谭老师，好，陈主任好，各位同学好，很高兴能够加入财务报表分析这门课程的讨论行列。那么我们从刚刚已经充分的了解到，我们财务报表的使用者可以说包罗万象。那么但是呢，我们都发现到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大概都是属于外部的使用者居多，而但是呢，财务报表的提供者呢，却是企业的管理当局。那么这个时候，报表的使用者他需要这个报表资讯来帮助他去做决策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想，那这个资讯可不可靠？因为这个资讯可不可靠呢，事实上会影响到他的决策的一个后果。那么所以我们就为了要让报表的使用者能够去确信我的财务报表事实上是真的反映了我们公司整个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大概就会要求财务报表大概它的编制，第一个，你必须是根据一般公认的会计准则来编制的。那么在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可能是透过会计师的查核。那么在公司法第20条其实也有做了这个相关的一个规范。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资本额是达到新台币3000万以上的话，那么你的报表是必须要经过会计师的查核跟签证。那么现在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新的角色的加入，也就是会计师。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有3位，一个是使用者，一个是提供者，还有一位是会计师。那么会计师加入了以后呢，这个过程它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也就是会计师这个角色它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子的功能。那么陈主任是在我们会计师查核签证这个部分的专家，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交由陈主任来帮我们做介绍。谢谢谭老师。请同学稍待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来。是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会计和审计之间的关系。那么财务报表的编制是公司管理阶层的责任，而编制的这个基础是根据所谓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来编制的，那么也就是所谓的 GAAP。 好，那么根据这个会计师
的查核的部分呢，就是根据一般公认的审计准则，也就是所谓的 GAS 来查核。那么来查核企业的财务报表是否遵循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来编制，并对所有的重大事项是否查核是否皆合理允当表达负有责任。那么这里就很清楚的界定说，会计师的角色就是在查核企业所编制的财务报表是否依照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来编制，是不是允当表达它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跟现金流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财务报表间编制的责任是管理阶层，在没有任何公正第三者验证的情形之下，我们财务报表的使用人如何能够相信这些财务资讯的可靠性呢？又如何来做出这么重大的一些相关决策呢？所以会计师的角色就应运而生，因为会计师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所扮演的就是公正、独立、专业的第三者，由他们的查核公司的财务报表之后，来确信公司的财务报表没有重大的误数。那么经过会计师验证的财务报表之后呢，它的可靠性是大大的提高了。那么当然提高了财务报表资讯的可靠性之后，财务报表使用人就可以比较安心的来运用之后的一些相关资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的，可以看到是说直接涉及公司会计的个人通常是公司的职员，而对这个财务报表负最终责任的则是管理阶层。那么自从这个美国恩龙案的影响，美国国会在2002年呢就通过了沙士法案，也就是所谓的沙宾士法案。这个沙士法案规定呢，除了负责人之外，财务主管必须对财务报表的允当表达负责。那么我国的这个证券交易法14条也有相关的规定，财务报告呢应经董事长、经理人以及会计主管签名或盖章，并出具财务报告内容无虚伪或隐匿的声明。那么在这个相关的规定里面呢，也就是说受这个美国恩龙案的影响，恩龙弊案我想震惊了全世界。那么主要的影响就是说，里面呢它有重大虚伪不实的财务报道。那么当然受恩龙案影响的广大投资社会大众也牵连，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广泛，那么影响所及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广泛哈。那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就会归咎到说公司管理阶层应该要提供正确的财务资讯。那么可是公司的管理阶层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有一些上角色上的不同，所以他们所提供的财务资讯是必须要被加以验证的，这时候就有会计师的产生。那么可是管理阶层在提供这些财务资讯的时候，必须要对这个财务报表的允当表达负予责任。所以呢，这个像我国的这个证券交易法也好，或是美国沙士法案的规定也好，都是希望透过他律的一个机制来加重财会人员的法律责任，那么提升财务报表的可靠性，主要呢就是希望可靠的财务报道之后呢，财务报表使用人能够做出较为可靠、较为正确的一些相关资讯。那么会计的最后产物是四大报表，那么会计师查核的最后产物就是我们的查核意见报告书。那当然在后续的章节，我们会为同学来介绍会计师表达意见报告的类型以及所欲表达的意思。那么透过会计师的查意见报告书，同学就可以了解会计师从查核之后所得到的一些相关的讯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的是，会计师的查核主要目的是在增加管理阶层所编制财务报表的可信度，而非创造新的资讯。透过查核呢，使得财务报表使用者能够利用高度确信但非绝对保证的资讯来支持他们所做的决策。那这边要特别厘清的是，会计师他所采用的是用抽查的，而不是详查，所以呢他只能够提供财务报表没有重大误数，而不是保证财务报表里面绝对没有错误，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那么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请谭慧馨谭老师来帮我们介绍财务报表分析的重要性、使用者导向财务资讯以及财务报表分析的限制。谭老师。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到，我们的财务报表它确实是有它的一个重要性的存在。那我们就去了解，那么到底它的重要性是在于哪里呢？那首先第一个，
他是可以提供给我们他的相关的财务的讯息。那因为我们的报表事实上除了数字以外，它还会有数字以外的其他的一些补充的资讯。那么我们可能会透过例如用刮胡，或者是我们还会有更详细的一些文字性的描述。所以数字的部分的话呢，你会看到的是它的财务的资讯。那么不同的使用人呢，你需要的讯息的需求，你都可以从这个数字里面的可以取得。但是往往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还想要了解的是数字以外的讯息，因为我可能需要数字以外的讯息再去帮我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资讯的整理。所以我们的重要性是在于我们还有其他相关的所谓的资讯的揭露。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除了数字看到以外还会需要这些额外的讯息呢？因为我们会计事实上是允许你在做数字的计算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允许你可能可以用一些不同的会计的方法去做。那如果我这家公司报表数字的呈现，就代表我已经选定了某一个特定的会计的方法，可是我使用者可能会想要了解，那么我有需求，我必须要知道另外一种方法，那么数字上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所以我可能需要去做一个数字上面的调整。那么这时候我就要靠报表里面其他的相关的讯息，然后我才能够把这个数字的差异去做一个调整。那么再来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会计人员在做账务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是很明确的情况，那么必须要靠会计人员去做一个判断。那我们也会想要了解，那这个会计人员他在做这个判断的时候，他所参考的讯息是什么？那么根据这个讯息呢，说不定我也会有想要做一些差异性面的一个了解，所以我使用者可能也会要去做一些数字上面的整理。因此我们除了看报表的数字以外，我会希望能够看到他其他的额外资讯的一个揭露。那么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是，有一些的东西它其实是没有办法用数字呈现的，但是对于使用者来讲呢，这个资讯呢也是具有它充分的一个价值性。那我们讲例如像我们现在的科技产业，它的一个研发，然后它的一个专利权的取得，事实上都能够去补充出一家公司的它的一个价值的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报表它本身所提供的讯息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再来呢，我们要知道它的重要不是我们说了就算，而是用了以后它是不是真的这么的重要。那我们讲一个东西它重要的话呢，一定是表示说它一定是有它的价值的存在。那这个价值的存在呢，就是它一定要能够去了解使用者它的导向，就是它的使用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如果我们知道它的目的，如果我们能够去帮助它，那就代表确实有它的价值性的存在。所以呢，我们的财务呢，基本上会是以使用者的目的来作为一个财务资讯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也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性。所以呢，我们的财务资讯基本上，事实上它是可以协助投资人、债权人，因为它会很关心一家公司它的现金的流量，还有它的时间点，还有它可能不确定的一些因素。那我们的报表呢，我们从我们的综合损益表可以提供出一家企业它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绩效，那我们从它的绩效其实就可以看到它对一家公司最后一个财务的一个影响的层面。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它最后因为这个营业的结果对于这家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所可能造成的一个影响。那么呢，也可以帮助投资人债权人去了解公司未来的一个现金流量的一个倾向，他可以去知道到底钱借出去到底安不安心。那对投资人来讲，他会觉得这个资金的投注到底是不是值得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就像我们讲，我们把投资的资金交给企业的管理者，那么企业的管理者把资金去做运用以后，到底他的成绩好不好，经营的绩效是好还是不好。因为如果你好，当然我们应该给这个管理者给他一个绩效的奖励，那这个财务报表呢都可以传达出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的提供。那么当然我们就诚如刚刚前面所提到，我其实除了看数字以外，我可能还需要一些补充的资讯。所以呢，我们所提供的报表除了数字以外，我们可能还有文字其他补助的说明。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财务报表的话是充分的去考虑到了使用者的目的，那么也就充分的去显示出我们财务报表它的一个价值的存在。那么但是它的功能性是真的
完全都没有受到任何的约束吗？我们讲事实上它也是会有的。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同学做介绍。好，同学，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我们的财务报表它会受到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限制。那么我想同学都了解，第一个，我们报表是以历史成本为原则。那么我们用历史成本的话，是因为资产的取得呢，是我们当时透过买卖双方大家所共同接受的价值，而且呢，事实上是透过了一个交易而去做决定的。那么但是事实上，因为它叫做资产，就是代表它的使用期间会比较长。那么在这一段时间的话呢，事实上物价它是会波动的，但是我们的账上还是用我们当初取得的成本，所以有可能会让成本跟现在它的价格会有一点落差。那么呢，对于报表使用者来讲呢，他可能就会觉得好像有去掉一点攸关性，也就是我们历史成本它是可靠的，但是它可能呢会缺乏了一点攸关性，这是在报表的使用者他在做使用上面的一个感觉。那么在第二个的话呢，因为我们讲我们是假设一个企业它是一直在继续经营，但是我必须要让不管是投资者也好，他一定会很关心到底这个公司到底营业的绩效是怎么样，可是我到底要多久去让他们去了解。那么我不能够说我还继续经营下去，所以我可以不需要告诉你，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出一个适当的期间去让想要了解资讯的人他能够取得。所以就逼迫着我们对一个继续经营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去做一个期间的去切割，所以我们有了一个会计期间的一个这样子的状况。那么你在一个继续的情况之下你要去做切割，那么这时候呢就会发生到它本来是一个连续的，你要把它做成一个不连续，所以你可能会面临到某一些事项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可能会受到的一些的的限制。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会影响到我们接下来第三个限制，也就是说当我要去做它中间的切割的时候，那么我可能必须要去做一些评估，而这个评估的话呢，大概就是专业人的会计人他自己的一个判断。那么所以事实上每个人的判断可能多少会有他的一点的差异在，所以这里面呢有了一个估计的数字在里面的话，那事实上我们就讲这个报表里面的话呢，既然有估计，那如果一个报表的数字估计的因素占太多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它的整个的真实性呢，我们会觉得会比较受到一些影响。那么除了这个以外，那我们说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的报表既然要用数字去表达，而我们的数字呢，一般我们都是用货币来做一个数字的单位的计算。那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尤其像同学最近应该感受特别的深刻，因为在物价波动的时候，事实上物价的波动其实就是一个币值的波动，但是我的资产可能有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不同的时间去取得，但是我都是用那个当个年度的那个货币的价值去计算，那事实上它的价值是已经有一点不太一样了。那你把有一点价值、有一点差异的东西硬加总在一起，那这个币值到底代表的是一年前的、两年前的还是现在的呢？所以这也是我们会在报表的地方呢，我们所受到，因为你必须要用货币去做一个数字的呈现，而可能会受到的一个限制。好，那这个部分呢，大概就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报表有顾及到使用者的需求，但是我们报表的编制呢，事实上也可能呢会有我们的一些的限制。那么当然事实上我们还是报表是我们唯一使用的工具，我们还是要来用它去做分析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去使用呢？我们就请陈主任来为我们做说明。谢谢谭老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财务报表分析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财务报表分析应注意事项呢，我们大概分为三点。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比较性资料的取得。那么比较性资料取得的第一项呢是与本企业过去同类的资讯比较。那么第二点呢是与同业同期相比较。那么第三点呢是与本企业同期有关的资料相互比较。那么这三点里面的第一项呢，就是与本企业过去的同类资讯比较。
通常我们所看到的财务报表呢，都是比较的财务报表，因为同学以后会慢慢的体会到，一个年度的资讯通常不代表任何的意义，只能够从这个今年度跟过去年度的一些资讯相互比较，那才可以得到这个企业当年度到底的经营成效是变好还是变不好。甚至站在管理阶层的角色来看的话呢，从譬如说它的销货毛利、成本率或是每股盈余等相关的数字，企业本年度到底是有没有达成原来预期的，还是说企业是这个变得比较没有绩效的一个方式在经营。那么管理者可以透过跟过去年度的资料相比较，得到一些比较充分的资讯。那么第二项里面呢，是跟同业同期相比较。企业本身呢，不要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在业界自己本身的一个财务资讯就自我满足，而必须要看看同业。那这个同业的相关资讯呢，同学要特别注意的是，经营业务的种类跟规模要相同。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基础才是比较有意义的。否则如果企业去比较一个规模跟经营的模式跟自己不太一样的企业的话，那么会导致你的分析资料会失真而且不正确。那么第三种呢，是跟本企业同期有关的资料去做比较。那么譬如说我们的这个资产，用资产呢是用总资产的百分比来算出资产占总资产个别的一个比率，那么可以看到企业整个资源配置的情形是否允当。那么或是呢，负债占整个总资产的百分比，或是权益的百分比，那么可以看出企业的整个资本结构。那么或是呢，损益科目的话呢，可以看出每一个收入或是费用成本的项目相对于销货净额的一个百分比，那么也可以解读出自己本身的成本力跟获利能力。那么第二个的这个分析应注意的事项是属于通货膨胀的影响。那么通货膨胀呢，对基金流动性的影响有分成大概两项第一个呢，譬如说是因为存货的这个增加而改善流动比率以及变现的能力。那么第二点呢，譬如说像通货膨胀呢，会增进短期的偿债能力。那么第二点呢，通货膨胀的影响呢，是会对财务安定性有影响。那么譬如说因为费用的增加导致利息保障倍数减少，那或是呢，因为不动产厂房及设备增值以及存货价值上升导致资本结构的改善。那么第三点，通货膨胀对资金流量的影响呢，大概有所谓的这个通货膨胀会使整个的会计处理低估费用而高估存益，并影响课税基础以及鼓励的政策。那么通货膨胀呢，对营业收益呢也是有影响的。好，那么譬如说因为不动产厂房跟设备的增值对存货价值上升，会导致销货成本跟折旧费用提高而使存益下降。那么最后的一个应注意的事项呢，是属于财务报告上潜在的问题。那么第一点呢，通常是综合损益表的数字比例明显起伏，以及非经常性的业外损益。那么这个部分同学要特别注意的是业外损益的部分不能够稀释掉本业而来的盈余，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呢，是前后期的资产已经或是负债已经巨额的变动，或是金额不变但明细内容已经大幅改变的了。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会计处理的弹性操作。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譬如说像会计估计的部分是属于比较弹性操作的部分，那个这个同学也要特别的注意。那么第四呢，是属于附注。第五个是表外隐匿的事项。那么四跟五呢，对这个同学来说呢，是属于比较重要的财务报表之外的一些补充的讯息，同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